刚才我们看到了哈弗2022年的大动作，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代哈弗 H6 新能源车型正式发布，那 DHT 呢是正式上市，售价为 14.98 万元，同时第三代哈弗 H6 DHT PHEV 插电混动同步开启预售，预售价格是16.88到17.68万元。作为连续10年中国 SUV 市场的销量冠军，哈弗 H6 是不折不扣的明星车型，更是长城汽车的定海神针。此番新能源车型上市可以说关系重大，两款新能源车型在造型上与燃油版区别不大，仅在前脸的 logo 和尾标细节处有所体现，核心的区别在于动力总成的变化和升级。 H6 新能源车型采用长城柠檬混动 DHT 新能源布局，具备先进的两档直驱优势，相比同级别动力更强，能耗更低，无论是 HEV 还是 PHEV 插电版本均可以实现1000公里的超长续航和超低能耗，其中 PHEV 版本具备55公里和110公里两个充电续航，符合不限购免购置税的新能源政策，预计10月份将正式上市。这场发布会哈弗还公布了全新 logo 以及到2030年全面停售纯燃油车的重磅消息。神车触电让我们看到了哈弗的技术和实力，2030年全面停售纯燃油车让我们看到了哈弗全面转向新能源的决心和战略。至于全新的 H6 新能源车型，让我们期待后续的深度试驾。